叫什么老西西梦瑶。看我们的搭档麦老师，王俊凯、刘昊然、张一山、Harry， 好，都看到了哈，都有看到哈。董子健在杭州的一个独家路透视频。如果啊，我们的粉丝啊看到这个视频，觉得非常开心的话，请你啊，要把这个链接分享到你们的粉丝群，我知道你们都有群的哈，分享到群里哈，让更多粉丝来看偶像，咱们不能这么吝啬，对不对？偶像这么优秀，一定要让更多人来看。好，最右边是王大陆、刘昊然、董子健，往前倾，然后是我们的王俊凯、张一山、大张伟、奚梦瑶，以及我们的 Harry 刘宪华。另外一个角度，小凯穿的是我们的黄色衣服，大华穿的是我们的粉色衣服。哎，看到还有我们的嘉宾，有我们的奚梦瑶，哎，有我们的这个白举纲，哎，大华穿的是肉色，是肉色。这什么颜色？是咖啡色还是肉色？大伙儿，你们觉得大华这衣服是什么色？是肉色呢，还是浅咖色呢？哎，嘉宾呢？有我们的这个白举纲，有奚梦瑶，有周冬雨，有大老师啊，大张伟。哎，大家觉得这是粉色？这怎么能是粉色呢？这明明是肉色呀！好，粉色就粉色好了，粉色就粉色。你可以看得出来哈，是这几个人啊，这几位明星哈，感觉呢虽然说相处时间很短，对不对？可能录制节目就一两天，但是呢感情非常好，一直在聊天呢，而且是每个人都是面带笑意的。粉丝呢也是一直不停的是围观，在拿手机啊在高高的举着在照相。好，看到我们的这个王大陆啊，编了脏辫儿。这发型也是一天一变的感觉。大老师的头发呢，依旧是刘海啊，有几抹绿色。小凯呢，正在开心的笑着，露出了特别可爱的小虎牙。我们的 Harry 呢，是在我们的屏幕的最左侧。刘海然也笑了出来哈、啊，也是露出来的小虎牙，非常可爱啊。好，王大陆刚刚是又左拥右抱的哈，左边搂着这个王俊凯，右边抱着这个董子健。就看到杭州是这个雾气是比较多的，然后王大陆感觉很开心，现在应该是有分小队对不对？有粉队和这个黄队，应该是哈、啊，这个粉队黄队是各自围成一个圈，是不是在上好战术呢？哦 ，Henry 张着嘴，是被什么所吃惊了吗？刚才，好，我看到大老师是一直在和白举纲唠嗑。然后他们再比出了博尔特的经典动作哈，我想问一下我们粉丝哈，如果这个信号播完之后你们会走吗？请回答我问题哈，如果这个信号播完了你们会走吗？走请扣一，不走请扣二啊。这个信号播完了，如果说你们就离开直播间的话请扣一，不走的话请扣二，扣数字，快点扣数字，让我看到你们的想法，深深的刺痛我，来扣数字刺痛我。
好，都扣一，好样的，我就知道你们是这样的人，白疼你们了，我这么撕心裂肺的给你们要这个视频，是不是我们整个导播间都为之疯狂。我怎么在现场听到有人喊老公两个，是谁喊的？哦，是粉丝喊的。好，看到现场是有我们的安保人员是一直在提醒粉丝说往后一点，要注意安全。现场呢也是车来车往的，比较不安全，在马路边上。也是要提醒我们的所有粉丝啊，无论追星在哪里都要注意安全，在机场呢要注意，这是公共场合不能太闹腾，在我们的路边追星呢要注意安全，注意手机，注意财物，无论怎么样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哎，小飞侠网友哈，你们啊这么神通广大，是不是来告诉我你们能看出来这是杭州哪里吗？现在只能看到一个信号灯和一个海边啊，还是河边啊，还是湖边啊，咱们不知道，能告诉我这是杭州哪里好不好？你说这是西湖，我去过西湖，这好像不是西湖周围啊，都说是西湖，好吧，那就是西湖，可是不能和粉丝作对呀。啊，这西湖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粉丝哈，现在呢已经看到了你们的偶像出现在我们屏幕当中了，已经看到了高能少年团的独家路透视频了，你们开心吗？开心请扣数字一哈，开心请扣数字一，很开心请扣数字二，开心请扣数字一，很开心请扣数字二，不开心请扣三，开心请扣数字一，很开心请扣数字二，不开心请扣数字三，咱们扣数字哈，扣数字啊，扣数字啊，跟着主持人走啊，怎么不走我套路呢？而且大家哈，开心就给你们一个惊喜哈，一会儿这个片段结束之后，你们谁都不许走，你们但敢走一个人，我们还有第二个独家片段，我就不放了，就这么任性哈。我们有两段我们的独家视频哈，我们有两段我们的独家视频，如果这段结束之后你们粉丝走了，我们就不放第二个独家视频了哈。好，都在扣二，很开心。请问有人扣三，你们为什么不开心啊？为什么扣三呢？为什么不开心呢？好的，刚看到是我们的高能少年。